切入到跨年，大家不要回家了。刚刚你们发生什么事？哦，啊，没有。下午，这是我们这个 men's talk。下午这个天后要来，对，所以我们都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来，对，要等待。然后晚上来了，又有个天王又要来，对。天王是天王，天后就来，一位姓洪的天王。半只蚂蚁的刻度，他来录我大凌晨两点，对，因为两点以后呢，飞哥就接着来了。哎，你们什么反应啊？飞哥来是哎，对，得罪人哦，真的哦，真的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说，这孔雷老师说的。让我老板飞哥要来，好不好？这三个大人物只有他能够 handle， 对吧？有你在，我们不怕。OK， 买碟。好，直接录到跨年。OK。看我知道，三人下，还有请陈思维、韩淑慧、华秋，我是做跟木工的，今天很开心的能够来到星级电视台跟大家一起玩，谢谢康佳。来龙宫我是演艺圈的常青树，你觉得呢？你是神木啊，常青树啊，常青树是孔康老师。莫雷莫雷，神木。希望能够真正做好神木的功能，让更多的新人有机会。有冰冰姐在，大家就有机会。掉很大，这有两只毛毛虫，这样，女人就是这样，有没有跟这样，是不是差很多？不会，你一样的。哇塞，你是我奇怪了，怎么那么会说话呢？这个人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你跑的地方可比我多了，世界各地他都已经跑遍，真的，全世界。你看他做那个外景节目。对。上山下海，上山下海能够去的地方就这样。我呢，就是摄影棚，家里，录音室，家里，就这样，三地方。我离开台北市就迷路，真的、啊。难怪他都坐高铁。我知道，我到底板桥哦，从中和、永和都会迷路，真的。告诉你个小秘密，从高雄坐从台北坐高铁到嘉义，就是大概40。是9:48到，他会准时到。每次呢，我制作的副歌9:40就要打电话叫我起床，要把我睡到高雄。哇，羡慕，这是一个幸福的。对，啊，想睡就睡是吧？啊，高雄，哇，好想我要往回跑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